我们上回有做一个那个属于我把它用叫做彩练啊，做一些推手的基本动作，你可以自己练，也可以叫对方帮你练，也可以跟对方互相练。啊，主要目的别个辛苦啊，练个像麻子的。啊，所以你可以尽你最大的力量练花劲，啊，用你最大的能力哦，让你练化劲。啊，就花剑跟化剑吼，啊，因为哦，因为它哦，吹到你的身体就叫做化，啊，人啊拍来用手去甲接叫做接，啊，所以有接就无化，啊，有化就无接，哦，这你要分得清楚，啊，所以太极拳那马保国讲啊，讲，我做接化花哦，迄是唔对啊，迄就是吼，犯了招架，难怪吼，他会一直哦。用做肉点安尼顶吼，用做肉点安尼顶，迄就是他那个是基本的观念是不对哦。所以太极拳哦，那个听说是杨箭头说出来，叫做夺鸡夺术花剑哦，他这个就是最标准的哦。哦，其实所有武术都是这样，第一夺鸡就是我接得到他，夺鸡嘛，机会哦，我掌握住了，那个机会啊，他打出来那个动态的，我把它接住了。哦，那个要刚刚做一步就很难了哈，啊，夺势就是我夺势，对方败势，所以我一接到他，对方就一定要败势，败势完我再花剑哦，因为他败势啊，他没有能力再打出来，啊，不然哦，我把他接住啊，打他的时候啊，他花剑的时候，他会再打我，我们两个两败俱伤，都要送医院，所以他对方败势，你就安心的进去打他。在夺鸡夺术花剑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你手一接到对方就要败势了，所以就没有花剑。哦，我一接到他了，让对还再一个花剑啊，那拖泥带水啊，对方就已经成那个乘虚而入了。哦，所以哦，难怪哦，会用做肉点安尼顶哦，那是唔对的一款观念哦。啊，你不要把错误的观念哦，把它当成对的啊，去练哦，你以后用。所以哦，禅宗哦有一句话哦，就这样讲，我言本明啊，因思而瞎啦。哦，我本来就是目光的人啊，啊，就是师傅教我教解，我怎啊变做痴迷哦？变做我本来做明理的吼，我逐项拢做好，结果老师甲教唔对，我怎啊变做痴迷？说我言本明，我的眼睛本来是明的，就一款就是目光的啦。哦啊，因为师傅哦，让我眼睛瞎掉了哦，啊，因师而瞎哦，诶，禅宗最出名的一个一款，所以哦，你找师傅哦，要找名里的名师哦，不是找有名的师傅哦，那个是没有用的哦。马寡妇现在很出名啊，每个人都知道啊，哦，很出名啊，哦，每个人知道，这样啊，不是好的声量啊，哦，跟柯文哲一样哦，很多啊，不是好的声量啊，所以你要注意啊，那个声量出名哦。有好的出名跟坏的出名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来讲那个推手第二个哈，第二个叫做棚里暗井，这个是最传统的哈，他那个单推手我们就放过去啊，你单推手太简单了，啊，棚里暗井目标也是一样，把你辛苦点干哈，规个强麻子嘞，哦，安尼很松柔很松柔啊，强麻子安尼，哦，啊，第二就是。练你整个身体的那个敏感度哦，你的画跟花画哦，啊画的你暗镜跟极性，啊画镜就是棚跟底哦，啊我现在就跟他来做这个哈，第一哦，他按进来哦，往我身体一按，往我身体按哦，你们看往身体按哦，不是哦，外面在讲你那个这边在做哦，他已经叫你按手，那个是不对的哦。没有人在打你的时候找你的手在按呢、啊，对不？一下按外身体，我这样画，我用捧给画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画起来完以后，哦，啊，他那个按哦，他已经没有用了，就要用了，他用挤进来，我用挤，然后我用挤，啊，挤完以后，你看哦，我用挤，我用挤完以后，我要再按进去，他用捧，不，我用身体，要把他按身体哦，不是按他的手，有没有看到？他捧起来哦，哦，啊，我要用挤。你又没有了，你看看，啊，如果我这样按哦，他如果没有用力哦，他如果没有用力哦，一按进去，用挤就进去了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所以他我要按他的身体，他用捧，我看看，
凹要挤的时候，它离，好像应该啊，它就一样有空隙就进来，要按哦，哦捧起来，它按我身体哦，往上捧起来。你看，我就捧它这，不是捧它这边哦，哦，你不是在做这个推手的时候啊，在找它的手再按呐、啊，按下，你不能找它的手再按呐、啊，哦，哦按呢，哦你别说按呢，我都离，哦，我就一定爱按我捧起来爱挤。啊，你看我就过呀，哇哇！他如果伊也搁较急，我无急起来。我如果不注意哦，这个就去趴掉哦。你看那些啊，急急啊，哇哦！你看哦，我这样按，我这样离，急起来。就我个哦，我要手断就断哦，我过一个钩材就断了。这是用法。啊，这个用哦，我们在练的时候，你别个辛苦练的化跟花都练得非常好。啊，辛苦要练个像满一点。啊，做你在做吼，你都唔好客气哦。迄有个人在推手机，那只行安尼，啊，就安尼，迄都望未到安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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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迄个练手花啦，叫做练手花，两个在搬手花啦。迄大家推手拢安尼啊，迄我都练出讲，功夫要练上身。不是在练手花哦，伫遐练两练风看的啊，哎，唔对哦，你就按两个叉入面，安尼，你看安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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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力有无？安尼，安尼，安尼，哦，安尼，啊，练个上满级嘞，安尼，安尼，哦，练个上满级嘞，哦，安尼，哦，迄真久，安尼画，啊，练个上满级，画正，哦，安尼有无？哦，哎，哦，那像麻子的，你看，那种拍皮子苗，扩个大粒，哦，那大粒呢，那擦，好、哦，安尼，哦，这个就棚里按级，哦，我们一般南切的时候棚里级按哦，啊，其实你在这推手就叫棚里按级，棚里按级，哦，按两个就重复，啊，这个。按温级是攻击的，是让你练花劲，哦，啊疼离是练你做化劲，哦，还化掉，所以在身体上的东西才能化，哦，啊如果对打的话，那个叫接，接完你又就马上要做让他败势，安尼，哦安尼，哦啊比方我的接化花，那个唔对哦，哎用做肉点哦，迄个一块，哦啊接。啊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叫固定哈、哦，来一样的按定的，一、二、三、一、哦，你刚才不懂就是这样哦，一、按、急、棚、离、按、急、棚、离、按、急，你看我的手，用离、按、急，你们看哦，看我的手，你不要看他了，安尼也真乱，哎、啊，做蛤蟆赶快哦，完全赶快，哦，啊，你做你看我的手就好，你唔好去看伊的手哦。一定要按起来，我捧啊离，啊按按急，来捧离按急，捧离按急，捧离按急。我看到捧离，我从他身体哦，你看身体按哦，他怎么让我把它捧掉？哦，啊一捧掉我没有用了，我要用挤下去哦，他马上离离，我就生气了。他如果再抓一个哦，我马上趴在地下。他如果用一个踩力哦，我马上一个踩力，我马上趴在地下。哦，哎对，你一定爱摘哦，对啊，还要按起来啊，你看哦，哦，横离按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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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横离按。急棚离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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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。好，安尼多一点，好安尼啊，不要好啊，过来。哎、啊，如果哈、哦、对方要进的时候你就退，啊，对方退的时候你就进。哦，就是这样哈、哦。如果这样啊，他这样啊，他按进来一、二、三，来一，好来一。哦，哦，安那呢？好，安那呢？
用，按着退哈，来，来。那利用他劲的力量哦，退哦啊！我劲的时候哦，他利用我的力量退。好、哦、来，我要利用他，哎，好、哦、不？安呢？哦，安呢？哦，我要劲的时候，他利用我的力量退。哦，这都没有用了哈、哦，就要这样哦，进退就这样哦。哦，安呢？好、哦，他劲的时候我、哦、就退。好、哦，我要利用他的力量退。哦，利用他的力量退。所以你都没惊哦，你力量一上来，你就推他，用他的力量走，哦，啊，这个叫用利用他的力量走，有没有？啊，用他的力量走，哦，一个，哎，你，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进，哦，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进，好、哦，这个叫棚里暗底，啊，动态就是这样哈，一直电，哦，啊，较辛苦哦，练较像麻子的，哦，啊，人家无法度家己看，啊，第一基本要素。左一定要直，左右画，哦，左右画哦，这种基本哦，这推走这种基本哦，最高都要达到善手对打的目的。所以前不离战嘛，无战不成前。既然讲这个叫太极拳了，就是要能够搏斗，哦，一定要能够搏斗嘛，所以无战不成前。啊，所以哦，推手是太极拳的其中一个。构成，它主要是在让你练整个身体松柔，哦，啊，我的花劲啊，跟化劲，哦，啊，第一个非常困难，就是怎么去接对方打出来的拳头，对方踢出来的脚，这个叫肘击，哦，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啊，这个不容易这种东西，你要克服，第一就是要练肌柔软。肌肉软，你才能够连得住哈。哦，就是肌肉软，一定要对这去用哈。啊，一般我们现在的武术都在练力量，每个人都在练力量，所以哦，人家打出来，他有最大的力量去防御、去攻、去防御。啊，含人踢脚来，伊就要讲我最大的力量去改伊脚、敲伊脚。哦，啊，用脚来敲脚哦。啊，所以像个泰国拳，伊本身就是用脚咧去敲脚，所以神经会。伊个脚爱袂疼，所以神经都爱乱着死。哦，啊，你咧定在咧脚吼，定在脚手脚脚的神经嘛拢受损哦，所以迄个手吼后下拢无用哦，还是唔对哦。因为你个脚伊个中枢神经马上反应，每个人都受中枢神经的保护。啊，中枢神经哦，在阮以前哦，阮遐我囡仔遐哦，六十几年前哦，阮遐老师傅拢讲迄个后宫体，人个后宫体啦。因为迄当阵哦。医学无足发展，啊，尤其针脚，唔知医学，伊拢认为迄是人的后宫体啦，后宫体啦，所以拢讲迄做后宫体，人身躯的后宫体安尼。啊，所以迄其实是我们的中枢神经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中枢神经的保护。啊，如果中枢神经，你的中枢神经坏掉了哈，像你这样走路，你就马上就脑震荡了，哦，何况是其他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以前我们老师傅讲的就是后宫体。啊，你练个双柔掉哈，你。肌肉软料的后宫体就足重要，所以为什么练拳哦可以逢凶化吉哦？这拳就是安尼哦，你无形中哦遇到很危险的来哦，你练拳完你可以逢凶化吉。这个我上回有讲过嘛，就叫做就他能够跟人家可以防一条火，叫 defense 哦，啊过来就有爱就自信嘛，哦爱我就逢凶化吉啊。啊你练了人足舒服的，对，我的 body 对 fresh 哈。这个我伫咧讲啊，这安尼吼，啊，这个推手我们就这样了。